娱乐游戏愉快打工，我是混沌王啊。最近这款游戏《超级领地六英寸之下》啊，这款游戏打折，我就购了下来啊。这游戏我以前在很久以前玩过第一代啊，只不过第一代的 DLC 没玩过，现在出了二代，好像不算是二代吧？那这个据说这个不算是二代，算是一代的，又是一个另外一篇。然后咱们这边这什么东西啊？Normal 文字速度正常，游戏速度显示竞速时间，这个还是用鼠标键盘玩比较好点啊。动态模糊，光影效果亮度，光影效果拉满了。然后这个解析倍数会影响帧数啊，我就拉到150就行了，拉到200的话还是顶不住啊。锯齿边缘化。这是什么？好，这更高级一点。行，就这样吧。开始游戏，这是我这个前面试玩的一点，删掉。好，新游戏。起来，水管工。我是个蓝色的水管工，蓝骨头，我就不开，不开不开，我就不开。再敲啊，上面谁知道，我就不开。我能看到外面吗？接敲，该上工了，该吧。蓝色水管工，你在这儿，火箭就要发射了，我们需要所有人集合，为了安全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抱歉，我又剧透了，我又忘了预感。前往发射地点，我们的第一个火箭就那个。皇家史学家，这个好熟悉啊，这个地图。跟我以前玩的一代很像，嘿嘿，以前也有这个。10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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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。Ten nine， 这紫人，这是蓝人跟红人繁育的后代吗？小紫人，我不知道。这游戏好像不能手动存档，这游戏。统计人数，请往这边走。谁在说话？刚才？靠近我，按下一键。这人走得太装逼了。这什么鬼啊，这个腰带绑在绑在裆部啊，我觉得。历史的正常。因为他后面背了个火箭筒会挡住他绑腰带。所以他直接把腰带绑在了裆部。发射倒数三二一。打。打。剧情无法继续，修好它。你修好它，修好阀门。这阀门坏了，要怎么办呢？这游戏能奔跑吗？我看一下。后退跳能力，卸下物品，上方右方。不能奔跑吗？左虚浮键，侧攻击跳。
哇塞，这游戏居然不能奔跑，我记得以前可以奔跑的呀。但我可以调整游戏速度，好像这个。游戏在分正常速度下，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计的错误。那还是算了。不能奔跑吗？我去，不是吗？玩驯服键没反应。拿这个去。这跟一代的房子好像啊，哎。我忘了这感谢。哎，你把它拿走了。我去。啊，这我的东西。那我能不能先等它飞走，然后我再开宝箱。回头试试看啊。或者我再开个新档，然后先把它送走。看看这是不是真能把它送走。看呀。做得好，安全吐槽。真的送走了吗？掉下来了吧？哎？啊？哎哎哎！哎？什么声音？他在耕地，我去。哇，这堵上了。我学的之前的宝箱房是不行的了。哇，全堵上了。果然东西没这么简单给你拿。五连跳速度乘以二。哦，奔跑速度乘以二，还有这样的。这孩子在耕地啊，这可不有趣。该去蓝城救我国王皇后。这里应该是一代和平共处啊。大家跟他稍微讲一下，一代的剧情就是蓝国和红国是分两个势力，然后咱们的主角去各种调解什么的，然后就蓝国和红国两个就友好了啊。然后现在讲的是一代之后的故事，所以说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蓝人和红人。之前这边好像就只有蓝人或者是只有红人，我就忘记了，很久以前玩的。该怎么办？再点一次。希望我这时候能消失。欢迎坐落废棋，欢迎周大侠，欢迎流云不绝，欢迎哥们儿。这能看到吧？哦，检查下水道是否一切正常。他们以为是下水道出问题了。这下水道跟我之前一代玩的是一样的。它可能会有些许不同的变化吧，但现在的光影效果应该会比一代更好。一代只有 D-11， 现在是 D-12， 建模应该差不多吧。哇，这掉帧有点严重啊。怎么说，地堡没办法打开，回到那边去开始去线路。哇，国王和这个都过来了。我能怎么办啊？你问题是我关键时刻他们都靠不上，就只靠我一个人。这边也过不去啊，关键是有路可以过去吗？这边走。这样应该没错。
这里，哇塞，速度乘以二，白给是不是？跑得更快，可以跳两倍的距离。哇，现在真的跑得更快了，难怪他为什么没有那个什么？那以后跑得更快，那不就太难受了？跑得更快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让我跳那边。那主要是我一直升级了，我跑得太快，以后跑了把自己跑晕了怎么办？这游戏 BGM 声音很大，但是音效声音很小。怎么会这样？最大音频通道啊！对啊，关小点声。那个游戏通关了。往下不能潜水啊。上不去。谢主线的粉丝一个棒。我过来了，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成功了。红色王子可没法知道。哎哦，我掉下去了。这么速度通关，欢迎来到什么什么领地六英寸之下。那个游戏我只是倒数第二个难度通关，并没完全通关。番外篇，你看这写了番外篇，我拿不动，现在应该是拿不动，也推不动，我应该是缺乏什么大力气的功能，所以拿不动。这它不算是名义上的二代，它是一个番外篇，是一个超大型 DLC。但是它两个剧情可以，就是说你没玩过一代也可以直接玩这个，并没有什么影响。我现在跳跃不够高，然后上不去。这币捡一下。噔噔，马里奥的币。还想说我以前好像玩过是吧？嗯，像有个笔。不要碰我孩子铁球。我去，我连这都跳不上去，我服了哈！我跳跃能力差到极致了。他这一代他加了一个像那个我的世界一样可以敲的方块啊，真的完全上不去，你感觉好像可以爬，但他就是上不去，完完全全上不去。我应该在这边收集到十个币，然后给他买一个道具。我猜的。我去拿那个铁球来搞一下。建立铁球用。你怎么会是蓝色？哦，他这是白色的人啊。哦，可能这一代它有白色的国家，估计。这个能怎么？哎，这游戏能下蹲吗？Control 是什么键？看一下。蹲下左 Control。哎，为什么我点蹲下？它这蹲一会儿就没了。鼠标侧键看。完了，卡关了，我球丢进去直接没了。
不是吧？为什么蹲不了？为什么不能蹲？完了，这个蛋不是废了吗？我去，哇，这好恶心啊！那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主要他不能蹲，他这个不能蹲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查一下，我觉得这个 bug 太操蛋了吧。这什么 bug 好神奇啊。蹲下应该是可以蹲的呀。我看一下别人的视频。他这个下蹲好像是需要技能才能下蹲。把我的球滚进去了，直接就废了这个蛋。我竟然把这个蛋给玩废了，该行。太神奇了，这事情我从来没想过。哦，这里本来就可以出去的。那先走这边看呀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看一下他这边有没有卖什么，有没有卖下蹲的功能。真的跳跃高度弯膝盖，哦，就弯膝盖，就这个东西。我说我怎么不能蹲呢？就连下蹲都是一个功能，我去。那完了，那我钱不够，不就没办法了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刚勉强好像可以跳上来。哎，两个币，还差两个。哎，这好像极限可以跳上来。哇，太要命了，我这卡了一个 bug， 直接导致我这个，因为那里面那个箱子是有币的。哇塞，就差两个币。哦，我真的服了我自己了。这游戏没想到这个 bug 吗？这不算 bug， 是一个卡关的机制啊。他那球回不来了，不知道跟那小朋友说话的球能不能回来。应该没有，还少两个币，除非我这里能跳上去。能卡个 bug 怎么跳上去？一开始就遇到这个麻烦事，真的没谁了，这东西拿不了。这能吃的币我都吃了，腿不能弯。这好像跳不了。紫色那边了，那边如果实在跳不上去，我要重开游戏。哇，这一开始就遇到这个 bug， 秀了。现在主线粉丝有望还有赞。哎，
他把你的所有能力都锁得死死的，不能蹲，跳得低，跑得慢。我不是吧？感觉废了，就差两个币，彻底把你磕死。哎，哇塞，救命啊！这个，果然还有，果然游戏制作组还是想到了这种情况，应该是他把币没有把币搞得刚刚好。真的跳跃高度或者下蹲完膝盖，这里选择。吸完膝盖吧，谁去把那边球拿过来。我的膝盖怎么弯呢？看不到，他一蹲下去的时候挡住膝盖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我还以为我要重新玩了呢。这里面也有币，有没有可能我放在这儿，然后这个球刚好往外滚，然后我人在里面直接没了？这还真有可能。这币我感觉可以踩在球上上去，这球能踩吗？那球好像踩不了啊，踩不了算了。管理球，又有十个币了，先买跳跃高度。哇，一跳跃高度提升以后跳得这么高，随随便便就过来了。这是刚才的隐藏吗？这地方有点大啊。这是弹射。哦，弹射上去捡了两个币。据说这游戏分支特别多啊，大多数分支必须等到你通关之后才能再去探索。啊，比较操蛋。所以大家不要纠结你遇到一个什么隐藏东西那些，第一时间去拿，他拿不了。跳了高以后过去拿那个，这边也可以跳啊。长提升跳跃高度，我是321会着火是吧？把这烧焦了都。嗨，你好，我找着火柴，但没东西可以点燃它。我点燃了，然后呢？你要怎么样？有个币卡在里面 ，OK， 这简单。怕不怕？真的烧吗？这烧不了。能把这个，把这个也烧了吗？把这张纸也烧了，看。灰飞烟灭，这儿，哇塞，这隐藏东西还不少啊！
子都是蓝色的，这里没有蓝色的人，他们是白色的。但这个也太高了，上不去。那跳起来瞬间碰了，真可以。这之后再来，先不着急，应该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吧。上了三颗币，最上面这三颗币怎么拿？这样吗？还真是啊，到手了。哇，这上面还有呢，不过需要镐子敲。而且我跳跃高度也不够，为什么这里有金色的发亮？这币不是捡完了吗？哦，是那个水晶，那就剩下这没走了，还有那个通道，先走这吧。这应该也不是外边。欢迎要花献你的粉丝一个棒。要把所有币都收集完毕，这是个吃币收集的游戏。我去，这个灯管。不过我跳这来有什么意义啊？哎哎，从缝隙里面掉去了。走这边吧。对，这游戏解谜成分大于战斗啊，比他那个官方也说了，这一代对于对比一代来说的话，战斗成分少了很多，更多偏向于解谜，因为他这个主角是工程师，一代算是个战士吧。这个没反应，三角，先拿这个。19个币，是按顺序来吗？门开了，但是我要上去的话，这灯管，他从头跳一遍。哇，这有点恶心啊！他是尽量能拖延时间就拖延时间啊。那我刚刚其实没必要跳上去，我从下面走就完事了。不知道绿色的管道是什么，这能跳过去吗？这感觉越来越远。喂喂，气死人了，他这管道中间有个缝，我去，这是节能灯啊，我家里面经常喜欢用这个灯。以前经常有啊，现在好像没有了，现在好像不多见了。节能，这居然算隐藏区域吗？那如果没找完隐藏区域的话，是不是根本就过不了关？毕竟他需要镐子40块，
40个币还是45个币？这个三人搞定了，只剩那个绿色管道了。这边还有一个管道，干这个吧。哇塞！哦，走到这个上面来了。哦，进这管道的话是从这里弹过来。这水是怎么回事？水对我没影响，但是肯定要把火运过来，我就知道。而这个水，我暂时过不来，想办法把这水停下。这纸片里面盖了个币，我就知道。这我直接把纸片抬起来不就完事了吗？这纸片这么轻，哦，这岩浆碰一下就没了。我的血出来了，三条命，死了以后不知道怎么算。铁球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七神。哇，这么黑！哦，不行，这里太黑了，看不了，暂时。嗯？铁球自动回来了。这有个人，把铁球带走了。铁球被岩浆弄得非常烫，懂了。哇塞，那我不怕烫吗？我就不怕烫，我去，这样就灭了。它还是有提示的啊。我懂了。像变成一个天然的灯嘛，好黑啊！点蜡烛，这个宝箱，上面还有纸，把纸烧了。哇，这个木头被炭黑了，被烧焦了。这个木头，你看，嘿嘿，还可以这样，这没有分支。这铁球可坚持很久啊。然后再烧一下，又更亮了。哇！主要前面顶着个大铁球，碍我视线，主要是。虽然有光源，但是又挡我视线。哦，到这边来了，再看一下还有什么。这里可能并没有什么东西啊，没有了，先走吧。这太刺眼了，看眼睛难受。欢迎浅唱，欢迎苏峰，欢迎可外海盗。哇塞！哇塞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有敌人干我？
他能跳上来吗？他不会跳远，还好。不知道那个球去哪了。我应该整了稿子就可以战斗了。哇，这里需要，这里需要烧。不过这里有水帘，烧不起来。这有个管道啊。晚上好，不戴面具。欢迎啊。这需要电池。管道还烧起来。受伤来里面治疗。健康的通过训练粘土。这是什么？按压注射器。这样回血有点意思。以前一代回血不是这样回的，直接减心回血。健康可以走，我看，哦，碰仙人掌会掉血。哎，怎么掉了血啊？刚才我刚怎么掉了血啊？好奇怪。这有个钥匙，糟了！我刚碰仙人掌，受伤了。然后我现在要跳这个，不行，我这血量不够，才两个仙人掌。拿到币，拿到钥匙。这是把钥匙还原，把钥匙拿走，回去。这钥匙不知道干什么用。什么声音？这钥匙在哪里用呢？神秘剑吗？啊！哦，再见！OK， 这铁球回来了没有？点按键就回来了，看能不能用铁球烧它呀？嘿嘿，可以。碰两下就死了，或者复仇，复仇成就。嘿嘿，这个铁球可以把他们直接烫碎了，我去，这太秀了。这什么家？澡堂接受了私人定制。那我估计要把自己弄脏才可以过去。看来不用，直接跳过来了。水温不错，这东西你就收下。哇塞！
直接给他加了个水温，哇塞，我一下子就把瞬间就把一个支线给做了，我自己都莫名其妙。水温正好合适，再少个电池。那我再来一个，它是不是水温更爆炸了？有可能。这个开这边的门，我自动用。这有书，我就把这个书烧了，盖了，我去。来了，老兄。等等，哇，41分钟，咱们先算期视频。